这个有一个对话，父亲跟儿子，父亲跟儿子在对话，儿子在电话里面跟老爸讲，老爸，这个父亲就跟他讲，你是想家了吗？在外面赚不到钱，就回来帮忙。这儿子就讲，这个爸，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，可能我就是富二代。这个老爸回答，你现在吃苦，你的儿子就是富二代。这儿子就回答，凭什么我吃苦，让那个兔崽子享福？老爸回答，我当年也是这样子想的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是互相的，是互相的。然后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彼此跟彼此之间是有互相的影响，是互相的影响。所以，我们生活中要好，必须要团结一致。一定要团结一致，让生活中能够自己本身修行，也要影响到别人一起修行，让所有的众生跟我们一起修行，行在道上，大家一起成就。不可以说我成就了，我就不希望你们成就。大家一起成就，就会大家一起啊得到好处，而不是一个人得到好处。